回家了，张头给我扔地上。饮水机这儿的水质不好，喝完粥我都没刷，搁窗台上稳呢，搁这儿。嘿，上这儿洗去，那儿一顿不迟。我这泡着衣服要洗呢，站着睡。我家老头给我修呢指甲，修不好了，我砸在上面了，咣当！看，看我这胳膊，啊，都给我割了。饮水机，我半个多月不使，不会使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刚才没按长按解锁，水量设定150毫升，功能你看就改了吧，调奶，热调，我给它加热，加热到100度，好了，我就可以喝热水了。响了，你看看这是我们亲家送我的 PM， 这三盒1000多，说德国的。他要用温水45度温水喝。嘿，老头儿，我跟老头大疼的协议，必须出镜，让我上交钱款就得配合我拍视频。现在他不挡了。哎，我没用美颜，你这皮肤还真挺好的，你别说。用美颜干嘛？他们都说你挺帅的。别先用美颜啊！我要不用美颜，可拍不出这样来。你这脸还挺紧致。他老看手机也是电脑的，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也用一下护眼仪，会开吗？会，专业。这款妙界牌子的护眼仪，它有4大模式：自动模式、舒缓模式、睡眠模式、眼保健操模式。它是双层的气囊，全局热敷，眼袋的位置可以加热。还有蓝牙音乐、语音播报，可折叠设计，180度。现在我们大家都长期的玩手机啊、看电脑啊，过劳眼，双眼每天都是高负荷工作。拜拜，不送。你慢点行，关门的时候快一点，要不有蚊子。咱俩下次啥时候见面啊？咱约好下次啊，周末啦，拜拜拜拜，我不起来了啊，嗯，关灯吗？关，行。张哥走了，我也用护眼仪护一下眼，一会儿就准备睡觉了。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用眼，就用手机啊，时间太长，也加上现在嘛，岁数大了嘛。什么眼袋呀、黑眼圈的，然后模糊啊、干涩啊，这种都出现了。这个就是啊，你摁它一下，它就启动了。哎，你摁两下，你看，暗眼模式；再摁一下，护眼模式；再摁一下，睡眠模式。嗯，你不摁它呢，它就自动的哈，4个模式来回跳。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你喜欢睡眠模式哈，你就摁到那睡眠模式，它自己就工作了。刚开始啊，它是有那种小鸟的叫声啊，好像在森林里一样。到睡眠模式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大海的浪涛声。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声音呢，你就长按两下，它自动就没有声音了。哎，长按就是关机。使用操作很简单的。啊，这个里面哈、啊，它是蛋白皮的表面啊，我们用完以后都拿纸清洁一下。因为我呢没有卸妆，所以呢，你们看。非常好打理啊，一擦就行了，每次擦一下。这护眼仪是369啊，蓝蓝的橱窗里面有。请点赞关注哦。